架建在屋外，作为我们自来水的储水设备哦。那为了建议民众哦，一般家里有没有这个蓄水池？要不要清啊？要哈、哦。大家知道多久清一次吗？我们建议是半年，好要清一次哦。那除了这个蓄水池，还有什么水塔，对不对？大家家里有水塔，所以有这个水塔跟蓄水池。另外要多久清一次？每半年要清一次哈、哦。好，那我就要来问啦，请问大家在家里是如何来保存自来水的呢？用什么？好，首先放下来哈。好，有三